你们在研究啥？这个拔下要种菜。这个是种的啥给拔掉了？这个是菜，菜老了不要了。哦，之前种的菜老了拔掉了是吧？嗯。种的要吃啊，我看种的挺多的都。吃完了。哦，你要打招呼哦。嗯。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桃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蜗牛海蜜。现在刚下班，然后到家了。今天天终于晴了啊，不下雨了。嗯。感觉干啥事都有劲了，都有心情了都。下了几天雨，一家的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都。应该还，蜜一到家，韩子欣就缠着蜜了都。嗯。他是你喜欢他还是他喜欢你？嗯，是你喜欢抱他还是他喜欢让你抱？两个都喜欢，都喜欢哦。你也喜欢，我也喜欢你哦，是不是？你问一下韩子欣是不是？韩子欣，哎，你喜欢我不？你看，信我了。啊，喜欢哦。好。给看一下，现在就是那个蜜之前种的玉米，现在玛丽她全部给她干砍倒了都。里面没有的，你种了就要吃啊！等它，你看都老了，还才没有吃。这个老也可以吃，你看，你看，那是老窝的。哦，这是老窝的是吧？哦，那你怎么来的粽子？就是我妈妈发过来那个。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哦，是你妈妈从老窝发过来的、哦。看一下里面，看一下。你看皮这么厚。这玉米感觉。这玉米发育不良啊！站好，不要踩上面，给你摔倒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还没有老。哎，这玉米不能吃的，怎么长了那几个？啥不能吃？没上肥料，应该还是怎么的吧？这个是老窝的种的，在这边种这个土不一样。土不一样是吗？我这个种了很久了，我的。你看这个老了，这个老了，这个还没老呢。可能是气候不行，没有老窝那么热啊。那个不能吃，丢了。老了，这个这么多嘞。丢了。丢了啊、哦！丢。这个老了啊，这个还看着比较那个颗粒比较饱满一点。拿这个，拿这个啊、哦、啊，这个那个都拿，等一下就你吃啊、哦。哦哦，要拿回家了哦。接下来说了啊，给给。来，问一下你，感觉住在农村好还是住在城里好？在这边好呀。在农村好着。啊。但是农村不方便啊，农村你看冬天没有暖气。是吧？住的也冷，洗澡什么都不方便。那你说哪里好？你也个到冬天你也可以买一个那个什么，嗯、那个开水那个也热、哦。那个烧炭的那个、哦哦、炉子是吧？不要这个了，到冬天了还要等菜呀、嗯，没有菜呀了也不能洗澡了。等到冬天了，我们买一个，弟弟一半，我们一半。那以后就不在县城买房了啊、哦。住在农村就好了啊、哦！我们有小孩在买，为什么要有小孩在买？我听见吗？你说你们这边等有小孩要上学时候要有房。你要在县城有房，他才让你在县城上学。对呀、啊。没有就不让上。哦，听见吗？你说、嗯。上学干嘛？不上学。上学他也笨，是我一样。不上学太笨了。哎呀，啥也上不到。看一下，爸爸在给那个我二奶奶，现在我们这边把那个水表装上了。嗯，二奶奶那个水表她没有钱了，她一个人在家不会搞，然后爸爸再给她去交了点那个水费啥的。看着玉米，哎呦，这玉米都发育比较畸形啊，没有一个好看的。拿去晚上好吃，拿去晚上煮了。这个是我们中国这边的玉米哦，它的玉米怎么也长得是这样？你不放那个肥料呀？是没放肥料应该哦。明年种放点肥料吧。哎，就吃一吃，不用放。不用放了。拿着看一下和老挝的玉米有什么不一样，走。老挝玉米白啊，你看一样吗？
对吧？嗯。白那你再煮点红薯。这里还有点红薯。没水呀。那你先放进去吧。哎，这个玉米大。都煮了。我没，有没还没问过没那个叫不叫听的呢？但那二你三你你三二你哦。说的啥？那个妈的说给我去爷爷家那边拿点那个玉米。我听说他把什么丢了哦。我说没有了，他说。等一下，他那个要丢了，要丢了。我听好像是丢了，就听了听懂了一句说丢了。Team 对呀、啊，丢了、嗯。很多朋友都问我说，你都不会老挝话，你去老挝怎么和他们交流的？你给他说一下，我不会说老挝话，怎么交流的？老挝我不会说中国话，为什么你会？不是，我去老挝，我怎么和你说话的？我不会说老挝话。用那个手机，手机是吧？那手机有的翻译出来也不对的哦。对的呀，我看都是对的，都是对的哦，也有不对的，因为我是翻译出来，然后我再这样看一下，就是用老挝话再翻译成中国话，是不是我的意思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再发，对的我才发的，错的我没有发。有的我就是翻译成老挝话，然后我怕翻过去你听不懂，我又用老挝语翻译成那个中国话，看一下对的才给你发的，是吧？你很厉害的。那肯定啦。我都找了一个老挝媳妇，能不厉害吗？嗯。煮吧，去洗一下煮红薯吧。好。啊、哦。